底星星，把它改造成用 USB 充线充电的。首先先准备一条 USB 线，这个是刚刚已经剪掉了，然后把线拨开，里面有一条红色、黑色，或者是像有一些或是红色跟蓝色的。是有一些是红色跟蓝色的，红色接正极，黑色接负极。这是刚刚拨开了，已经完成了，等一下再来做。然后呢，我要用这个之前剩下的网路线来当延长线，一样先拨线。拨出你要的长度，然后因为这个我要当延长线，所以我会把它拨长一点。大概的长度应该这样就差不多了，我从下面这边穿进去，再拨长一点。这里这个螺丝松开，然后我想要从这边穿进去，穿进去线这样穿出来。你也可以，如果不钻洞的话，可以从这边把线穿进去，这边有洞可以穿出来，但是它会在后面，线会去压到，所以我想要从这边穿出来，这样子线就会在下面。好，我会用红色接红色，然后把蓝色当成黑色。
一定要接在这个焊点上面，我试过接在这个是不行的，红色黑色线。